人呢，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，都是心情愉快。哎，可是这个人呢，不可能永远不生气。那当然了啊，难免都有矛盾。不假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君子有容人之美。”嗯，得容人处，且容人。这话对呀、啊。走在街上，嗯，蹬鞋踩袜子了，上汽车挤着了，碰着了。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，这背不住的事儿，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，谁也不服谁，嗯，不能栽面闹出事来，自己也是后悔啊。那当然了。说你来，说你来，能脏咋个脏？亏你妈扯溜点身，好吧。能不对了，能不对了，你让我叫，要你叫，活该，应当压你嘴。我说你嘴里干净点，你骂街了吗？骂街，骂街这份好的。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？你想干嘛？告诉你啊，别耍这套。我哪套？我哪套？哎，你那么说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哎，你拽我车，拽我车，我抽你信吗？啊，到了派出所，压我叫了，叫判去。派出所怎么着？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？走啊，哪儿也不尿你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同志。他能扯架，我叫他还打烟。你别听他的啊，别听他的，他那是胡亲。我没动手。你骑自行车，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？有闸呀。我没骑，我都退着来着，蹭他脚面一下，张嘴就骂街。车钥匙呢？拿出来，跪，把车钥匙扣下来。民警啊，把笔拿起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德成。王德成，嗯，登记，多大岁数？31。家在哪儿住啊？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。写上了，写上了。你，哎，你呢？我丁文元。什么？什么？丁文元呢？丁文元，多大？26了。这个小，住哪儿？这南市。荣吉大姐瑞福里4号。好，在这门口这儿都写完了。坐下了。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？怎么解决呀？啊，同志，哎，一看他就横劲儿，告诉你啊，我不服这个，我不服啊，哎，这儿我就要揍揍他。行啊，玩玩吧。对。那么着，哎，你呀画出道来，随你点，我点你的，能样？不是你们俩还打呀？是怎么着？都到派出所了，民警给拦住了。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，一人一肚子火，这怎么谈呢？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。哦，等等吧，啊，所长来了，我看看怎么解决啊。二位，请吧。二位，里屋，里屋，走。俩人上里屋去了。所长没在家，其实所长就在那儿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俩不认识，谁所长啊？嗯，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，这叫蹲蹲秀。哦，是吧？爹妈，行，过完汤再说。我跟你没完啊！嗯，我跟你没完，你甭看我，爹妈让你认识认识。嗯，嗨，嘿，就你这样，我见得住。嗯，你甭咋呼啊！哎，待会儿出去，我就让你知道知道。行啊，咱会会吧。说着话还掏出块烟卷来，点着了，一边抽着一边运气。民警一拉门，谁抽烟了？谁抽烟？哎，枪毙了！枪毙了！这屋不能抽烟，枪毙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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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，他能抽烟，我叫他还打烟。你看，快9点了，我迟到了。你先坐下，坐坐坐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民警走了，把门又关上了，这又坐下了。完得了吗？告诉你。压我脚给我看去，还得包我半天工资。你死不死你？你甭闹会啊，这儿打起来吗？动了手吗？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。有好。我好好管管你。我踹不死你才怪的。
俩人那动上嘴了，还这么横呢都。烟是甭抽了，嗯，也没有水喝，俩人坐那儿，你看着我，我瞪着你，净等着过堂了，没信儿。功夫一大呢，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，站起来了，往外探头，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、分户的、并户的、办准签证的、打听事的，挺忙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。看看表，10:30了。问问吧，同志，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？哎呀，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啊，你再等一会儿，待会儿我叫你们啊。行，歇会儿。又回来了，坐下了。这倒好，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。又等了一多钟头，再看表，11:40，快12点了。嗯，这丁文元受不了了，怎么了？年轻啊，饿了。哦，站起来一推门，同志。同志，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？哎呀，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。啊，窝头啊？没，你这不是拘留，不是拘留，没有窝头，没有。没有。嗯。没有，你少来给买2套煎锅子去了。这大茫茫的，谁给你买去？我也没吃饭呢。嗯，再等会儿吧。我得等到几点？几点啊？下午2点吧。2点送你上分局。好啊，好嘛。嗯，又回来了，又坐下了。嗯，这回好，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。好，亲近点了。完了，下午2点上分局。嗯，这月奖钱算没了。嗨，还一天旷工，倒霉嘛。那个说了。你倒霉，我呢，我是老婆有病了，请2天事假，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。下午上分局，不定嘛时候回来。嗯，其实我拿车碰你叫一下，我又不是诚心的，你要不骂街，何止讲起来呢？你碰我叫一下，你要客气客气，不也就完了吗？何须呢，上这儿待半天？哎，那么着。咱跟他们商量商量，咱别分居了。嗯，咱私了怎么样？哎呀，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。哎，对，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？嗯，为嘛呢？咱呢就说咱俩认识，这咱是蒙兄弟。完了，蒙兄弟了，咱蒙兄弟。哎，咱是逗着玩，也不扯祸，也不打架，干嘛上分局呢？嗯，对，私了蛮好。走，咱们说去。俩人一块出来了。嗯。同志，哎，你们俩怎么出来了？没叫你们呢。我们蒙兄弟。这什么蒙兄弟？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。嗯，今儿早起来啊是逗着玩，逗呢急了上脸了，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。您看呢，咱怎么解决都行，咱别分居了，咱算了吧。算了？哎呀，这问题还没谈呢，怎么能算了呢？再说了，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，你得医院看看呢，照个大象啊，压得挺重啊。哎，不重，不是他压的。嗯，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。这不给自个儿找病吗？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，挺好。没事儿了。哦，不是他压的。嗯，他没压你脚，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？你这个年轻人呢，这不对呀。嗯，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？哎，同志，我给证明一下啊。嗯，他没骂街。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。我们俩相好啊，这不能算骂街。哦，他没骂街，你也没压他脚，他也没骂街，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？啊，你们这无理取闹吗？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？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也不对了，对吧？下面我们不行，我们改。主要呢，我们是缺乏学习。今后呢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是天天向上。这都挨得上。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就这一回啊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嗯，签个字，写上名字都走吧。好你好你了，赶紧写上丁文元。哦，那写上王德成。写完了，谢谢你了，麻烦你同志，你手累吧？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。哎，好你了，我们走了啊，我们走了，走吧，书包别忘了。带着了。俩人一块出来了。哦。
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，回头还问那个能呀兄弟，还生我的气吗？哎，这叫嘛话呢？你得原谅我年轻嘛。那完了完了，有功夫找我玩去。一定去，用嘛言语声，躲不了麻烦，我走了，上车走你的，回见回见。这不吃饱撑的吗？这个。